我用台，那我台的号播一下看怎么回事，这破号，这个破号。抓紧，我就睡了。今天晚上是在杭州最后一场了啊！今天晚上杭州最后一场了，家人们啊！嗯，我到旁边来啊。衣服好看，我也觉得衣服好看。嗯，今天杭州好热，所以我要穿短袖。穿短袖，上面还没开始搞睫毛呢，要当粘假睫毛。嗯，谢谢一束光。潘婷的官方直播间卖的比我贵，嘘。咱们自己知道就行了，咱们自己知道就行了，你这样搞得官方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所以在我直播间只有这两天有这个价钱，知道吗？啊，要买的今天晚上一定要买啊。我都买了四单。你买了四单啊？囤半年的货。囤了半年。囤半年的。看了这半年，我不要带洗发水了，不要带洗发水了。你们都买完了。头发非常的好，你看好香，我跟你说真的好香，而且它是那种对好香，很香，而且很顺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洗了这个洗发水，昨天拍了，明天就到了是吧？马上试起来啊，好不好？马上试起来。花阿姨王峰老师，什么洗发水？潘婷的洗发水，今天晚上在我的直播间啊，大号记得要最后一天啊，一定要买啊，一定要买，真的超超超值，而且是不是又顺又值，又顺又值，而且价格是超划算啊，又老香了。对，我在保持期，我戴了牙套，嗯。拍了三单，今天还想买？你买这么多干嘛？批发吗？批发吗？说美颜变形的人来，你看，变形了吗？变形了吗？啊，变形了没有？说的睁眼说瞎话啊！来，变形了没有？我的脸，我都没开什么美颜，非说变形。昨天抢到109的开心，一定要用起来这个新品啊！这个新品一定要用起来。你上链接要买一单，现在没有这个号，没有，只能今天晚上在我大号直播间有。嗯，昨天有99的，是一代，还有我们新品啊。还有新品，你们想要什么就要买什么就行了。昨天有粉丝在买，今天没有，因为现在是只有在，就是譬如说你加了我唐毅的灯牌，你只有在我直播间才会显示灯牌，你去到别人直播间就不会显示唐毅的灯牌，你们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是这个意思。嗯，沐浴露没有，我们今天大家是潘婷的专场，潘婷只做洗发水，头发护理的。没有沐浴露啊，洗面奶没有，只有洗发水啊。拍了99的，就是我今昨天上的第一个链接99的吧，对吧？哎呀，我一直在说产品好吗？今天不涨价，今天还是昨天的价格，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，
今天最后一天，如果你没买的话，一定一定要买，一定要分享给你的朋友，好不好？谢谢洋洋姐，欢迎洋洋姐，一定要分享给朋友，因为过了今天以后，你以后跟我说唐毅我还想要的话就没有了啊。突然间瞬间掉了2000人，蒸发了，蒸发了2000人。远方妹妹，现场真好看。哎呀，我天哪，吓死了！哎呀，99的也挺好的，只是109是新品。完了，我一讲产品，直接给我限流了。哎，现在限流是完全不提示的，瞬间3000人不见了。拍了5单99的。好了，我不说了，因为我说了直接限流了给我。而且他现在限流，他不通知你的，突然间就限流了。今天大号是7:30开啊，7:30开，准时开啊。看上去童冠瑶看我像30岁。哟，洋洋姐飘屏了，我第一次看洋洋姐飘屏，好美呀。你觉得我现场和直播间变化大吗？现在动不动就限流啊，那我见别人也没有啊，就对我这么严格，那怎么？你看，瞬间就掉了，狂掉。今天让他们去现场，去现场，现在去测试了，现场更美。说你30岁是不是好开心？其实我觉得也还好，因为我内心我一直觉得我自己，我的心理年龄多大对于我来说比较重要。我育龄的来看你了，真的吗？娟子手艺好，对呀、啊。娟子上次还被别人说她是我的佣人，然后现在我就去你的佣人，全网难受吗？全网就知道你是佣人了，我不难受。封了好多号，完了，你看我这个流量直线掉。唐毅本人现场好瘦，现场好瘦。我本来就很瘦，知道吗？就老是有人说我很壮啊什么，其实我真不壮，我真的很瘦，我真挺瘦的。你的心理年龄可能就十几岁吧。因为我用了潘婷洗发水，昨天晚上就用的潘婷洗发水。哎，我头发就这样好顺好滑。哇哦！里面有蓝的，不要彩色，彩的不好看，就银的，就银色。昨晚抢99没抢到，今天晚上最后一天哦，记住了，今天晚上最后一天哦，好不好？边几根子掉到门口是掉到外面。对。对，昨天就是很卡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现场看我的屏幕是不卡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直播间会卡。如果卡的话我的屏幕也会卡，可是我现场的屏幕没有卡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还说把它禁掉，为什么老说卡，因为我现场看不卡。这是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。就如果卡的话，它应该是我现场的屏幕也会卡的。哎，真的是不知道是系统的问题。我觉得网络其实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谢谢金刚哥，感谢。人太多就卡了，我才10几万人，人家10万人都不卡，我10几万人卡。感谢金刚哥。昨天晚上都卡，因为好多铁粉都在说卡，因为他们不会轻易说卡的，都是铁粉在说卡。对，正在上人的时候他给我卡了，卡了好久，可是我看不卡，你知道吗？谢谢小苗，感谢小苗，
看上去好高贵，还好吧？我换个号吧，我受不了这个号，给我限流，一天到晚就是限流啊！来，你看看这怎么好了没有？重开就不卡了是吧？他非要我重开，重开也没流量了呀，真的是。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给我存草稿。我不管你，哎，来了，正好。喂？啊，能吗？我知道我要换，你不要提醒我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确定能不能。你只要上三个品就行了，你知道吧？那大概要多久呢？那没回复我就不换号了，我懒得搞了，不搞了，晚上再搞吧。如果他不回复，又不是很想挂，就不管了。行吧，那我等一下再说吧。啊，嗯嗯，拜拜。那算了，啊啊。换个号播试一试。哎，谢谢海涛。看看啊，可以。我要把左右那个圈圈的耳环去哪了？哎，那个给我，就那个圈圈耳环。可以，好看。百搭的圈圈耳环，又时尚又潮又节约，大家都喜欢。你这个妆好好看，我也觉得。今天画了蓝色系的。他俩帮我粘睫毛。好，你哦，5月20了，我赶紧的啊。今天像个少女。嗯，我也可以很成熟，我也可以很少女。又可以很酷飒。可以很酷飒，还能什么？又可以很仙女，又可以很微婉，又可以很淑女。化妆师对我的评价，嗯，谢谢葱丫头啊，昨天葱丫头昨天上了直播间的是吧？口红什么事好不知道，我好饿现在。那等一下啊，不行，我要他们现在就跟我搞饭吃。但是不行，搞饭已经6点了。嗯，那我要他们现在搞饭吃吧，来，我搞饭吃。英奇，哎呀妈妈，英奇在哪里呢？英奇在哪里呢？你竟然把他那个啥了？算什么了？屏蔽。没有啊。洗发水多少钱？我不能再说了，我再说你看我都限流成啥样了。今天晚上记得锁定我大号直播间，今天最后一天啊，错过今天就没有了啊。你们今天全部来啊！记得啊！谢谢徐先生，嗯，不想播了这个号，嗯，烦死了，我真的烦死了，这个号，每个号现在都是这样子的，我今天不说关注，我也没说关注呀，大号也没流量，小号也没流量，全给我限流了。怎么？我来打好吧 ？PK 去。拜拜。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我去张老师那边吃吧。好，我这里就10分钟。嗯，怎么我公司没一个人连我呢？我这个号开播呢，他们能连就连呢，我不接他们就不连了吗？张好家在开播吗？张好家在开播吗？看一下。张好家没开播啊？因为他12点就播了，播到2-3点才下播。嗯，那个什么谁呢？那个苏子明呢？嗯，不知道。都没开播。对，明天不好，今天不好，就是只要说他在榜几就行了，其实啊，对吧？其实要点的也会点，你知道吧？不是啊，你现在就限流很严重，你知道不？最近就是限流很严重，但是我内心是觉得我自己的，我内心觉得，哟，这什么东西啊？靠，等我懂，这个什么呀？我内心是觉得雪碧来了。老板。
你是给我打 PK 吗？他们说你在找人，让我来撵你啊。你有票不？我不知道。那些说要雪碧找我的，给雪碧上票啊。嗯，你告诉我扁了啊，我等下把他揍扁了啊。我们加把油，使使劲儿，凑一凑。再找两个我啊，看看谁在。好，我看看谁在。我看看谁。凡凡哥哈。周子展在，我连一下，看接不接。来了。老板。哎呀，你们家里不啊？啊？你们在家里不啊？今天下午那个舞台不是那个灯光修吗？今天都不能在舞台播。灯光休息是吧？不是，它是坏了，要修灯光，坏了。哦，修，对，所以就播不了。嗯，妈，再叫一个，我看看。OK， 李向北在，我看看。李向北在做人气吗？不知道啊，来，那天看一下他，太浓了，这个，哦，不接，看一下，不能乱说话会限流，真的有这么严重吗？晚上我听这个，试一下吗？那天晚上表演的那天晚上听，好，接这个吧，好吧，播舞台就不管他了，那还差一个人呢，那还得再找一个人呢，还得有一个人。刘一瓢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啊，没开播。刘一瓢，刚才说货品呢，又给我限流了。但是他不提醒，现在你知道吧？限流，你发现吗？哎，我看看啊，还有谁在？对，我看一下，我们公司还有谁在？公司的白子浩在，月亮也好像也在。看白子浩，看白子浩在干嘛？白子浩，好，我拉一下他。我拉一下白子浩。哎，老板呐！浩子，师傅，你刚才在公屏，我拉我。对，公屏，他在我公屏上说拉我。哎呀，急死！哇，被笑死。老板好。干啥呢你？我这个回来拿设备来了，我得上站地记者去一会儿啊。哦。站地记者人多吧？你们多不是？站地记者不多，就我跟飘。但是今天上台的特别多。多不多啊？今天上台的多。今天上台的多啊？多，老板都是实力派，我们都看了，都听了。嗯，那晚上，那我们四个咋玩呢？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们玩。我们四个，我们三个人打老板一个人，三打一。我也没票，老板我也有份。那我们自己打自己的呗，一二三四呗。那不行，等下2:00不行，老板都没时间拉票，老板在化妆呢。他老板还用拉票吗？老板都不用拉票。老板都不用拉票。给杨洋嘴，就一二罚三四吧啊，拜拜。可以。好。嗯。那你快点搞零。开始了吧？谁开的？我来吧。对，开一下。一起开始啊。OK。一二八三四。哎呀，我家人们太幸福了。OK。我说实话，跟老板第一次连麦。哎，这是我们家第一次跟老板连上啊，宝妈。黄金三十秒，来，黄金三十秒，兄弟姐妹们，黄金三十秒，你们有墨镜什么的，直接丢来，扣了，还有十秒钟，黄金三十秒，兄弟姐妹们，黄金三十秒，你们上呀，这把支棱一下，家人们，真的支棱一下，一二三，救命啊！能听见我讲话不，哥姐们？救命啊！姐姐哥哥们，家人们，我说实话，兄弟们，这是耗子我人生中啊，来一年多了哦，我太吵了，我的天哪，被他们吵晕了都，我也开始。我马上把他们关了，我关了半天。哎，这个节目还可以哟。心怡姐怎么来了？心怡姐啊，谢谢我们心怡姐啊，慧姐、晨晨，好听。关渡区繁华入梦用户小鬼，还有云啊，感谢。来，哎呦，姐姐一看我打 PK 就来了，我姐。
看所有美好。我这不好，我都那个啥，跟他们小主播啊，也不是小主播了，这几个也不是小主播，跟他们连连麦，没事小号的时候也给他们一些动力，是不是啊？不然的话他们播着也没意思了啊。你用心一姐的号啊？哎呀我天，洋洋姐，什么李夏美连不上我？刚刚我看他要做，我连他没连上，没事，下一把再说吧啊，下一把再说。没事，连连他们，鼓励一下他们，虽然我自己也需要鼓励。好香哦，我的头发！哇哦，好香的头发！啊，姐姐太好了，姐姐，你明天你们就可以用到这个洗发水了。然后洗完以后，看看有没有我说那么香哦，有没有说那么顺哦。潘婷已经收到了，真的吗？收到货了，谢谢白龙龙。哦哟，就收到货喽。你的明天收到，嗯。很多人都收到了，哇，天哪。这发货好快呀、啊。今天晚上还有最后一天呢，家人们，潘婷还最后一天啊，没买的咱们今天一定要买啊。谢谢白龙龙，谢谢金刚哥，谢谢浅笑。今天我要早点去现场。报老板的时候闻到香味了，哈哈。你看我讲了一下产品，他瞬间又跟我掉了几百人。真的好明显，我现在张。收到货记得给我好评呢，家人们啊，好吗？江浙沪地区发货速度比较快，嗯，对对对，应该是。别讲了，哎呀。压一下，嗯。好，收到货了都。你看所有美好。又要让我带吃的了。家里也羡慕就完事了啊、哦！好，6点钟出发，就出去了吃饭。以后多带一些类似品牌的产品适合我，我也觉得，我现在也发现了。我觉得带品牌的好像是挺好的，所以我们19号还会带一个梦洁的床上用品啊，限流限的不行，哎呦笑死！洋洋姐发多大的福袋呀？啊，洋洋姐你发这么大福袋啊？哎呀妈呀！4分钟，还讲，已经等一下掉了6000人了。来，我们左上角杨姐发了一个福袋啊，4分钟就要开抢了，全网最大的福袋。现在是7880个人呢，真是我的铁铁啊，一动不动啊，这个人气。打人气票给发福袋。哎，咋你真是整那些东西。红包啊，红包红包。
今天不叫关注，好嘞。你看的有美好，我一定要保持一点。哦，不能讲产品哦，不能接关注哦。今天晚上记得回来回家点赞送人气票哟，好吗？限流就卡，那我昨天刚开播就限流了吗？难道真的是太难了？我真的是带品牌，带品牌，好 ，OK OK OK， 带品牌，带品牌 ，OK OK OK。